SL-1060A 全自动平压屏膜接机是纸盒、纸箱、商标等各种纸质包装装潢用品膜切压痕、冷压凹凸的关键设备。本机采用高精度间歇机构、气动锁板、气动离合、过载保护、手动调压等独特的传动机构设计，确保设备高速平稳运行。同时，本机装备有预码纸机构、复收纸机构、手动取样等实用可靠的机构，使本机在使用过程中可充分发挥工作效率。本机电器元件和传动元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品牌，确保使用过程的膜接精度和运转可靠性。采用人机界面监测设备工作状况，显示故障点位置、排除方法及相关帮助信息，充分实现人机交流。给纸部采用高速飞达结构设计，适合各类纸张高速给纸。对于翘曲的瓦楞纸，本机适应性更强。可靠的分纸装置，4到8个吸嘴，使给纸适应性更强。压纸簧片、毛刷位置调节方便，确保分纸可靠，递纸顺畅。梳纸部梳纸稳定，定位准确，并可在运行过程中进行纸张定位调整。高性能侧规定位装置，确保纸张进入牙排前准确定位。膜切压痕部设计有精密的传动及助力机构，确保高速膜切过程中保持性能稳定。可靠的过载保护机构设计，如出现意外过载，使主传动和从动机构分离。气动锁板机构使得换板方便快捷，锁板可靠。活动可调膜切板框设计，使各种弧面膜切板装板更方便可靠。采用高硬度膜切钢板，耐用度更高。收纸部采用侧起纸和后起纸装置，收取纸张整齐有序。伸缩板毛刷机构设计，可稳定收起纸张。装备手动复收纸机构，实现不停机收纸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不停机取样机构，可实现随时查看膜切纸张。